娘，小凡，村子没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鬼杀人了！鬼杀人了！我们走。真人，我们村里的人全死了，请一定要查明真相。不知哪位师弟可将他们收归门下呀？初入门的弟子，头三年每日都要来此砍竹。接着。哎，别激动啊！只有夜深人静时方可修行。小师弟这几年时间也有点太慢了。我看呐，他还是心念不稳。谁？林师弟还未和人比试过吗？师兄今日就来指点指点你。师姐小心呐！不给他点教训，我就不叫天灵了。师姐。这地方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出门练功，怎么搞出这些是非？我倒要听听，究竟遇到什么古怪，让你们如此狼狈？大华，上！看你还往哪跑！这个可是我专门给师姐做的，给我做的。大华，帮我来个小白，快交出来！哎呀！变天师术事关七脉会武，会武中规则有变，那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。来大珠峰替我教训徒弟吗？龙首峰弟子还真是性格鲜明。师姐，嘘，呆站着做什么？快让我进来。这给你，快拿好。这个是太极玄清道啊！此阴阳合德，气中于此，化生万物者也。这就是我修炼的法宝神木头。哦，你不会？没错，没想到林师弟竟然练成了如此神招，以后师兄还要多向师弟讨教。掌门有迷信。